儿子，快开门，我带我的合作伙伴来拿钱了，妈妈卖茶肯定能发财的。我在意大利辛苦带回来的手工沙发也得藏起来。最后一点好吃的不能给我妈拿走了。我这么多好看的衣服，当然也不能给我妈发现了。衣服也得藏好，不能让我妈知道我还有钱。房子我都藏起来了。我这火星人的电竞桌椅也是不便宜的。我最后一点家底不能就这么给我妈抢走了。得赶快藏起我的屠龙刀，不然这卖了也得有几十万。电脑藏起来就好了。必须装傻才能逃过一劫。宝贝儿子，我们进来了。怎么什么都没有了？算了，还是不卖茶了。